猫二零，早上好，欢迎大家收看本次的视频，我是张好。在本期视频里面呢，我们快看一个学生推荐信被拒绝和受阻的一个真实案例。这是我今年带的一个学生，他是来自于 University of 一个州的一个名字的大学，还是一个不错的大学，还是一个在这些 University of 一个州的名字里面非常顶尖的那几个大学之一。我保护他的隐私，我就不说他具体来自于哪个大学了。他现在想从这个大学里面转到 M7 或者 S16 的商学院或者管理学院，那就是往，这个大学虽然也不差，但是他想进到更好的、更顶尖的大学，就比如说大家都申报的 NYU 啊，像哥伦比亚 University 啊、Northeastern 啊、西北大学等等的这些顶尖的商管类的院校。他是一个本科的学生，现在是大一。他虽然转学这个时间也有点早，这个案例啊，就这个 case 本身在进展过程中也是受到了一些，多重因素的影响吧。因为这个他的学分还是比较少的，那个话题我们之后再说。我们今天先看这个学生在要推荐信过程中受阻，一个真实发生的一个现象。这我给这个今天录这期视频，得给大家提个醒，在这方面，好吧？在咨询的过程中呢，我跟助理 Tracy 跟他一块儿来写了一封邮件啊。这个学生英文能力很强，基本上邮件都是他自己写的，那都是一张嘴都是一套一套的，什么 Dear Professor 啊，巴拉巴拉巴拉，然后 My name is 谁谁谁，I'm from 巴拉巴拉 class，I'm really enjoying your class，巴拉巴拉，说了一堆，对吧？套词儿啊，说了一堆好话好听的，然后列举了他在上课过程中他拿到的成绩啊，他得到了他非常喜欢他的课呀，巴拉巴拉巴，对吧？拍马屁，大家也都。叫拍什么？拍彩虹屁，哎，叫什么马虹屁？拍马屁加彩虹，拍马虹屁，拍彩虹屁，然后给教授。结果得，您猜怎么着？过了一会儿，教授回过来邮件了。他这个受的最大问题是，他一共我等会儿再跟大家说邮件。他受的最大问题是什么？他一共只上了一年的学，他第二学期正在 ongoing，也就是他。真正完成的学只有大一的上学期，也就是那四节课。那四节课里面，他有两门课拿了 A，剩下两门课，一个应该是我如果没记错了，一个是 B 加，另外一个是 B 还是什么的，我记不清了。两门课拿了 A，但拿 A 这两门课还不错，一门是 Accounting 会计学，另外一门是 Marketing 市场营销，所以两门课都是跟商科其实相关的。所以说我当时就说，那你就给这两门教授写邮件呗，跟他要推荐信吧，对吧？但是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因为美国这个疫情啊，已经是，他们已经不能叫疫情防控了吧？我觉得他们已经是疫情放弃了。我觉得每天100多例，100多万例，对吧？100多例就好了，100多万例每天。然后学生很多的州下令学校再次学生就进行远程上课嘛，因为上学期尤其严重的时候，很多的大学都是在远程上课，都是用 Zoom 嘛，在远程上课。这远程上课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教学质量那些我们先不放，它一边不谈，包括性价比那些，我们先今天这都不是今天所涉及到的点。这远程上课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学生跟教授之间缺少了面对面交流的机会。你上课天天往家里、往自己宿舍里面一坐，往自己家租了一个小公寓里面一坐，打开电脑，login 登录到 Zoom 里面，开始上课了。下了课以后，啪一关电脑。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对吧？教授也是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说是减少了大家每天去上学呀，然后聚集在一起上课的各种风险，乱七八糟的，但是缺少了教育本身的这个互动。所以我说，甚至说很多的以后的专业、职业啊，或者说是各种的工业体，都有可能被机器人或人工智能替代。包括现在上课很多都是远程教育，但我觉得教授或者教师这个行业。是最不容易被、最不可能被替代的，因为这个东西，我们不是在量产学生，而真正你跟教授之间摩擦出来的火花，跟每个教授不同的大脑里面的知识点，他的教授的本身能力，你上课的一种体验，是你真正面对面才能达到的，对不对？但是这个学生，包括很多的学生，我为什么录这期视频，就给大家提个醒，很多的学生他都是远程的 Zoom 上课，发生一个什么现象？上完课以后，你跟教授没有任何的交流，你跟教授之间没有任何的交流，你下了课就完事儿了，你跟教授哪有之间什么交流啊，对不对？你下课了你就关电脑了，所以就导致这个学生只去过这个教授一次办公室，还是跟他去理论的一个考试的一个题目的给分标准的事情，这是个很优秀的学生，他这两门课都拿 A 了，那没办法呀，对吧？然后这个教授。我再跟大家说一遍，在美国，教授给你写推荐信，这是他们的职责与义务。
每一个教授在大学招聘的时候，大学在招聘上都写得很清楚，就是 responsibility 里面，他的职责里面有一项就是给学生写推荐信，你是他的学生，他有义务和责任给你写推荐信，对吧？当然了，他当然也可以拒绝你。教授回来，这个人他说 hello， 我这样我保护他隐私，我就不说名字了。教授怎么说的？ It's difficult to write a 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for students that have only experienced in one class. 对于我来说，给你写推荐信是件很难的事情，因为你只上过我的一节课。这是一个婉转的拒绝。你只上过我一节课，给你写推荐信，因为大家别觉得教授是怎么怎么样，教授一个教授教200个学生，你只可能是学生认识教授。教授能叫起你名字的几个学生，能叫起几个学生呢？大家走到美国的大学的，不管商学院、管理学校、校园里面，你见到教过你的教授，你可以说 Hi Professor Michael 或者 Hi Professor whatever Johnson， 对吧？教授一回头肯定就过来，给你点个头，就这样，这样对吧？这完全一样的，就给你点个头，微笑一下。你见哪个教授，你跟说 Hi Professor Johnson， 然后他给你说 Hey。他叫上你名字来了，除非你是教授非常喜欢的学生，除非你是教授非常有印象深刻的学生，正常情况下教授是不会记得你的名字的，他记不过来。他开玩笑，他一个班教200个学生，就算教20个学生，他一学期一般教授教3到4个班，那就100人，一学期才3个月4个月，他每年这么滚动的学生，你觉得他能记得住吗？只会记住那么印象一两个深的学生。所以大家一定要提前注意这一点。This is especially true for 什么什么 class, where I had 130 plus students last semester. 而且这一点是非常非常的正确的，尤其在这门课上，就是他说了一门课，我保护他的隐私，我就不说具体课的名字了，一门商科的课程里面，尤其是在教这门课程里面，我上学期一共教了在这门课里面130多个学生。教授言外之意是，我他妈哪知道你是谁呀，我不知道你是谁呀，您爱谁谁，我真的不认识您啊，我真的不认识您啊。他说 It is especially true， 特别特别的正确，尤其是在这门课里面，我上学期一共有130名学生。宝宝我好难呀，我 It is difficult for me to write a recommendation， 对于我来说给你写推荐信太难了，因为你只上过一门课，而且这门课我上学期有130个学生，啊，其实教授可能也是不想写，而且教授还暗示和警告了学生了。It would result in NA response， 叫 not applicable， 就是我对这个学生没有任何的认知。Response to most questions， 因为大学在给推荐信的时候可不是只要一封 recommendation letters， 大学在给教授发那个推荐人的时候，推荐信的时候，可不仅仅是让你写个推荐信，它里面会有很多的小问题的，比如说你怎么 rate， 你怎么给这个学生进行评价，给这个学生进行评级，你认为这个学生他的学习能力怎么样，你认为这个学生是否具有带领力等等的一些小的问题。我经常有时候给我的学生写 recommendation letter 推荐信，我是知道的，在那个 recommendation letter 里面我是知道的，所以我就能知道里面代表什么问题，我经常写，所以我知道它里面不仅仅是一封推荐信，里面还有很多的问题的。所以教授已经警告他一下，如果你非要我写言外之意，那么我只能在这些问题里面答一个 NA， 就是 not applicable。 And a letter would only speak to grades which I represent your transcript， 而且我唯一对你的了解就是我给你的成绩，而且我给你的成绩已经在成绩单里面显示了，已经拒绝的不能再明显了。 Given this， 如果你还觉得非要我写的话， If you still want me to， 也就是说当你了解到这些了以后，你还逼着我给你写的话，I will do recommendations up to 2 schools. Let me know. 我也最多只能给你写2所大学的推荐信，让我知道。没了。哟，这还是个高级的高职职称的教授呢。我看他落款，我之前没看见，这还是个高级职称的教授。没办法呀。
那没办法呀，所以已经说的明显的不能再明显了。因为这赖教授嘛，这不赖教授，有些人可能看这视频说这教授怎么这么孙子呀，给学生写个推荐信不行吗？他真不认识啊，一个班130多个学生，你就上过我的课，我怎么能认识你呢？这就是 Zoom 最大的问题，你没有互动跟教授之间。这种远程的教学，我教授往那一坐，就像我录一个视频，每期视频平均各个平台加起来10000的浏览量，至少都5000到7000左右浏览量。我根本不认识电视机前的在座的各位学生或者家长们，我只知道我带着这几个学生叫什么名字。你想是不是这道理？我不知道大家是谁，这个就跟这个教授同样的道理。那学生也犯难了，说怎么办呢？包括我的助理都已经明确的点出来了，就是如果这个教授对你没什么印象的话，肯定写的会非常一般的，对录取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我之前跟大家说过一个搞笑的一个非常讽刺的一个案例嘛，就关于推荐信的。你想要我给你的推荐信，就教授给学校写的推荐信，说 student 巴拉巴拉，我随便编个名字 student Michael， 学生叫 Michael 这个学生 ask me。让我给他写一封推荐信 ，ask me to write him a recommendation letter。让我给他写一封推荐信 ，and here is my recommendation letter。这儿就是我给你写的推荐信，交上去了。你不让我写推荐信吗？学生 A、B、C 让我写推荐信，这儿就是我给学生写 A、B、C 写推荐信，交上去了，就这么一句话，这不就反讽吗？这不就讽刺吗？这不就撂挑子吗？你想如果大学拿到这样的推荐信，他这种什么感受？直接秒拒。就像这个教授已经明说了，大部分的空我只能写 NA， 就是我对学生毫无认知。这就等于是学生让我写一封推荐信，不好意思，我对学生毫无认知，交上去了。另外一个教授也是直接回的是 unfortunate， 他给另外不是两个老师吗？他这个老师写了这是回信，另外一个会计系的老师他写的是 unfortunate day， 实在是太悲哀了，太不好，太不幸了，说我已经给太答应了太多学生去写 recommendation letter 推荐信，所以我现在不能给你写推荐信，我祝你好运。那学生说我太难了，我给他回个邮件求求他吧，他说他感觉没戏了。所以你说真的赖这个学生吗？我觉得不赖这个学生，这个学生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一个学生，只是大家很多人其实都没有意识到这个推荐信的重要性，尤其在美国这个教育系统里面。而且这个事情一定要提前准备，我给大家这个视频就当提个醒了。你就算是拿 Zoom 上课，我也希望你下了课以后去办公室，实际上有面对面的跟教授之间的交流。你至少得让教授知道你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你至少得让教授知道你是谁，教授才能给你写推荐信的。要不教授怎么给你写推荐信啊？教授都不知道你是谁。所以尽管现在很多大学还依旧是远程教学，但是这个推荐信的东西一定要提前准备。这推荐信不光是在你转学，你找工作有可能要推荐信，申请研究生有可能推荐信。有很多人说那推荐信我随便找个人写呗，比如说张老师你给我写行不行啊？这个推荐信往往大学尤其是转学的学生要求必须是在校你所教的教授来写的，你编不了了，你邮箱地址后面是这个大学的统一的邮箱的这个地址，包括 EDU 结尾的，你编不了了。你谁能进到一个大学里面去拿到他们大学教授的后缀邮箱呢？做不了假的，不要想着那个投机取巧或者说歪门邪道，老老实实做人，多跟教授之间建立关系，给大家提个醒。所以这个推荐信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好吧？因为这里面补一句，有个文化的价值观的差异，
因为在美国的这里面，信任建立是来自于 the third party credential， 就是第三方的认证了。这就为什么大学学历值钱，为什么资质值钱，为什么 recommendation letters 也比较有价值，好吧？因为大学除了你是交了申请材料以外，第三方从唯一的第三方嘴中能够对你这个学生所了解的，就是来自于这些店。所以大家别怕麻烦，戴好口罩去跟教授建立关系，没事去教授里面问问题，聊聊家常，聊聊天了，教授愿意跟你聊天，他都有 office hours， 对不对？别让教授孤苦伶仃的一个人在那坐着，你来我往，一回生二回熟，美国也是讲面子，也是讲关系的，好吧？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如果你想得到免费咨询的话，可以联系到我，通过邮箱 my first name last name hennessy.com， 当然如果微信可以联系到我 PCMCHNS， 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